但我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件事情，就是很多人讲说什么慈母多败儿啊什么之类的话，我都觉得我真的是蛮冤枉的。慈母我承认，那我不认为慈母就一定会多败儿。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心头肉，不解释啦，即使没什么好解释，随便，反正我也被骂习惯了。鹏哥又上来了，哎，你不是说你要撤了吗？你看鹏哥神经病。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救儿子啊，不是只有我，只要是当父母的都永远都会担心孩子。但我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件事情，就是很多人，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呢、啊，偶尔有几个会上来讲说什么慈母多败儿啊什么之类的话，我都觉得我真的是蛮冤枉的。慈母我承认，那我不认为慈母就一定会多败儿。你所谓的慈母是什么？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心头肉。其实我儿子是从小是都是我在管，我在打，我算是一个很严格的妈妈。大家都以为我很宠儿子，所以我很难辩解。你说我爱儿子，我承认；说我宠他，我不承认，不解释了。即使没什么好解释，随便，反正我也被骂习惯了。鹏哥又上来了，哎，你不是说你要撤了吗？你看鹏哥神经病，你看我老公啊，他是不是活宝贝一个？你看他这个人，后面有刺客。赶快来救我。然后还有我老公，他有几个？闭嘴，林姐。身份证、行照、驾照拿出来。我认罪。你讲话太大声，邻居检举。我没有邻居，我隔壁也没邻居，右边没邻居。大安区林检啊，大安区左边没关系。爆料的。不会。